我想问一下娜扎，你带了20张过来吗？哦，对，我忘了，完全忘。等一下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昨天不是，就是帮我朋友问你要了那个签名照吗？大鹏导演，就给我发微信，说他也要你的签名。太后导演也要。见他那么想要，我跟他打一下视频。嗨，导演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徐明浩。 我们家的照片啊，就是你的照片比我的照片多。真的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你，说过很多次，能不能要到签名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今天通过娜扎姐让她传递给你。行。哇，今天没什么特别的愿望，就想满足女儿的这个愿望。还有娜，谢谢你。行，那我现在让她签啊，我到时候寄给你。 那导演还在沉迷吗的？还有一些人想给他发签名照。哟，哎呦呦呦呦！我们都去包场看你的电影了。你首映的时候我们都有看过了呀。太棒了！待会儿让明浩给我签名，你们两个就不用签了。哎，我们把我们的名字都签在他的照片上好吗？我们会写的那个上面的。 让你女儿接受一下好吗？你科普一下我们好吗？你们好好录节目。对，我们录节目，回头有时间再聚啊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耶，开心。